大宝贝，你的自行车到啦！你看，哇，谢谢爸爸。你看漂亮不？漂亮。这是你这一次成绩学习很好，爸爸跟妈妈奖励你的，下次要还要加倍的努力哦。爸爸跟还会奖励你更多的礼物啊。好。好，我们拆开看一下。给姐姐买的礼物给兔兔买的没有啊？兔兔也有啊。他在这里哭哎。下次姐姐会教你骑的。你儿子他说你骗我。哪里骗你？你看好漂亮，你看是不是粉粉粉粉色的？粉嫩粉嫩的。粉嫩粉嫩的。哇。啊。看着我都想要了，小米啊。哎呀，好漂亮。你不是借我骑骑啊？真是我老妈嘞。啊。谁叫你是我老妈？下次你学会了，然后教弟弟学啊，教弟弟骑。你看这个轮子，你看粉粉的，好漂亮。爸爸还有这个。啊。又要组装哦，爸爸又要动脑子了。哎呀，我看了又头痛啊，又想半天，这个轮子是前轮的还是后轮的？嗯。啊。前轮后轮都行啊。不能装反啊，装反了不是前面掉到后面走啊、哦？这个是前轮，后轮的装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后轮的，姐就是啊，你看这个是后轮的。哎呀，出来！你还不出来？哎呀，好哇，这个粉粉的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吧？这是女生的还是男生的？我的，女生的。你能不能送给弟弟啊？那弟弟尝尝不？我想带弟弟，不能送给弟弟。哦，你只能带弟弟哦。这个座椅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哎，爸爸，这还有一条线。哦，它是刹车的。你现在只能啊啊！我知道，这是坐后面的。啊，后面的。啊，这还有。兔兔也买了车哦，我们兔兔也买了两个车，你看，一个推车，一个饭桌。我兔兔也买了两个哦。这个就是姐姐的了哈。等长大，妈妈也给你买一个。哦，我来组装。等兔兔长大，你的你就骑不了了，把这个小的送给弟弟，你买个大的。啊！哎呀，我也想半天呢，媳妇，这又是怎么装呢？动脑子啊，脑子再不动，你晓得不灵光了。有把握装的好不？有把握。看不起我啊你啊！媳妇，你会不？要不小米，嗯，你来装吧。我看你是在为难。我这个宝宝你自己来动手不？你爸爸他脑子不灵光啊，装不好。我怕装错哎。小米现在很好奇，在里面去搜一下到底有哪些配件。你把配件看懂了啊，教爸爸怎么装啊。还有钥匙啊、哦、所以说你千万要保存那把钥匙，像老爸上次那电动车就是在别人偷跑了，你这个车也要保管好哎。啊、哦，还跟您当，啊、哦，这个咋这么多零件呢？你看、啊、这都是些什么东西？你们都没研究好，怎么去装嘛？我在看呢、啊。爸爸，你会装不？我在研究啊，还不会装呢。你会装不？要不你来装？我太难了。啊，我们一起来啊！我这个又要拆掉了。啊、哦，水杯啊！水杯装哪里的啊？水杯肯定是装在前面的吧？篮子里呗。爸，啊，我装进去了吧？哎呀，你比我聪明，你那个就装好了。我想了半天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装呢。我去装另一边。我来，这个。爸，爸，我又装了一个。你又装了一个？哎呀，你比老爸聪明，你挺聪明的，你就扭，你看老爸扭了半天，还不知道怎么搞哎。大哥，啊，你这在干嘛？我在想。老瓜子又嗡嗡的，这不？就是老瓜子又在嗡嗡的，我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这些。我先把这个外架把它装好。哎呀，你媳妇有没有教程嘛？发个教程来。你还要教程啊？是啊，我看的都头痛。自学成才。这点成才不是一两天能学会的。那我就考一下你哦，你能不能成才就看你今天晚上能不能装好这个自行车。对、啊、吃饭之前能不能装好。都是慢慢的来的，你一下子能去成才吗？你看小孩子上学院的从一年级上去是不是？小兔兔你说是不是啊？是的老爸。
能开吧。你看这个坐板比我那个小毛驴的还舒服哎，漂亮吧？可以啦。要坐高一点还是矮一点？矮一点吧。矮一点，我就放矮。高我就够不到了。你有那么高？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够了吧？还。等一下，我坐的都矮起来了。这个可以调的，很简单的，调一下就可以。你觉得我会调吗？我帮你调嘛，调嘛。座位给你搞好啦，现在装前面了。这下次就是说你要努力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我们朝着北京天安门出发。朝着梦想出发啊，北京天安门，你的世界里就是天安门。我是说我没到过天安门嘛，感觉你的梦想就是天安门。长城，我们朝着北京天安门长城出发。我大宝贝就是说朝着梦想出发。妈，你说歪掉了。歪掉了。这个等一下被抓直的。那方向盘不能装歪耶，你装歪的话他的梦想路就要走很多歪路耶。不会装歪的。西凡，那这个车比我以前那个二把大杠都难多了，小孩子的车真的是很难的。哎呀，我想了半天才找到这个轮子，这轮子是这样放进去。你看我二把大杠哪里这么豪华的轮子哦，是不是？家里干农活的没这么辛苦，没这么累。把那个教程发过来吧，让我看一下教程。这我东南西北的摸不到，那这里一个东西，那里一个东西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装到哪个位置的？是不是？有人。装了大半年了，还是没装好。太笨了。哎呀，我现在找到轮子了，先把轮子搞定再说。二把大杠就是靠轮子吃定它，是不是？我先把轮子。这一下你跑啊，我先把轮子扭紧了，你跑到哪里去，是不是？这个轮子我调好了吧。你别等一下他骑的，等一下这个轮子掉了一个。哪里会掉？我把它扭紧啊，全部加固的。你担不担心小米啊？你怕我一个车一个灯头。不会的，你不相信老爸的技术吗？给爸爸加油。加油努力，拉起有力，拉不会没关系，最好放个屁。好，我屁多，你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我会努力的。下次你骑着他去上初中，要爱护好，下次留着给弟弟骑啊。听到没有？弟弟是男生。这你敢染成蓝色好不好？好，轮子装上了。这一下是不是有点像车的样子啦？就是没有第二个东西，就不是，还是不像车。这个车我会搞好的。朝着梦想出发的地方才靠这个。好，朝着梦想出发。装正了哈，别装反了。不会的。装着目标。是啊，会装的。那你那个装什么东西？这么给装个小菜的什么东西？下次买菜的任务交给你了哈。我没钱，大哥，不是大姐。买菜交给你。我给你买了个自行车，鼓励你学，你学习有进步，为了鼓励你，给你买个自行车，是不是？那我没钱。那我以后买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听到没有啊？我钱我去买啊，我也不知道你要买啥呀。我等一下，这个螺丝。你喜欢吃啥？什么菜就买什么菜。你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。行吧。我不挑食。到时候再大一点的时候，你就带上弟弟一起去。是啊，这里有个椅子，下次可以带上弟弟一起去到街上去买。爸爸，你看弟弟家里啃妈妈的手。他又饿了吧？小兔兔，别担心，这个车下次你姐姐会给你留着的。到时候姐姐骑。那这个。不哭啦，飞。要抱了，他要抱，要睡觉了。要睡觉啊。爸爸，这个还剩了一个水杯。